冯超、李淑春。三号台裁判员张毅，运动员曹奇帅、赵大龙。五号台裁判员杨粉，运动员徐明阳、江俊山。六号台裁判员刘宇，运动员岳中元、贾英强。八号台裁判员龙飞，运动员杨楠楠、刘博言。九号台裁判员张星星，运动员张胜宇、王成奥。十号台裁判员刘凯，运动员张申军、洪文豪。十一号台裁判员何秀红，运动员王帅、杨德玲。十二号台裁判员张月秋，运动员孙鹏、江琪。十三号台裁判员庞杰，运动员李俊言、王雷宇。十四号台裁判员周丽，运动员刘永昌、贾继辉。十五号台裁判员温龙，运动员杜潇、何文哲、刘文哲。十六号台裁判员梅可超，运动员桑贤涛、丁旭。十七号台裁判员王航，运动员史小伟、王国新。十八号台裁判员刘法恒，运动员周晨、成双。 TV 台裁判员陈超强，记录裁判员秦一、王锦一，运动员张磊、王若彤。现在比赛开始。张磊你好，王若彤你好，请双方选手争夺开球选择权。听我口令，预备，三、二、一，开始。张磊获得开球选择权。欢迎大家收看由菏泽市星耀台球俱乐部主办、秦皇岛乔氏台球运动推广有限公司承办的2022乔氏杯中式台球大师赛甲级分站赛山东菏泽站的比赛。大家好，我是张庆勇。刚才在比赛的开始环节也是非常有意思啊，这个张磊和王若彤的比球啊，非常非常的接近啊，同一条横线上啊，最后是张磊这边是稍稍的多了一点点啊，获得一个开球权。本次比赛呢，再次鸣谢我们的北京优泽、秦皇岛爱跑、百韬台球学院、江苏盐城乔氏，以及 JOY 乔氏台球桌、LP 球杆、野豹球杆、威力球杆、奥秘球杆、波茨杆、英国世创611台泥、比利时雅乐美台球、
Line Box 湿薄干涸 Sex 翘粉小麦皮头镇红胶边蹭个够商城优则智能球房系统以及九万级球器的大力支持。比赛开始，第一局张磊开球。哎，今天也是我们菏泽站的第二个比赛日啊，还是我们前面的附加轮，依旧是全天啊，六场比赛，80分钟限时抢七。男子球员与女子球员啊，要让后一球，所以说这场比赛里面，王若彤在自己的本组颜色球最后一颗是不用打，倒数第二颗直接叫黑八。上来张磊开球进，右上角花色打进，选了一个花球，那看看左边中袋的14号球。打后了啊，应该是说 TV 台啊首场的一个压力，所以说要稍稍的适应一下啊，缓解缓解比赛的这个压力，还需要打个两三盘啊，三四盘，慢慢的适应。哎，王若彤右边打进，左边中袋的4号球有一些角度是向上的，这杆球不能算好啊，角度。我看是不是还是继续要交3号球的左边中袋，就下一点点低杆往上一蹬。哎，瞄高杆，推 K 到之后看看效果，右边不好打，左下方6号，用正常的中杆横台啊过来，右边有2，左下有黄1。好准度啊，小姑娘一上来一板一眼啊，这个眼神里也有一些这种杀气啊，非常专注。那左下方继续中低杆一点，不要走太多，稍稍的有一些过头，先看2号的右边中袋啊，这个球打2号的中袋，轻推下边的红3呢会变得稍微远一点，打7上方的底袋呢需要白球这边顶一下14啊，要选一颗球，3选2，然后最后一颗可以剪掉，这杆的话打红3就直接叫黑8。看看位置啊，别着急，好好想一想啊，白球呢是推顶库下来，还是稍稍的带一些灯杆从右上角走两库啊，薄了，左上没打进，但是这杆球虽然说没有完成一个接清，不过我相信王若彤已经是给到了张磊一些压力啊，这个小将准度非常不错。这场比赛张磊也不能大意。好，左下方下低杆往上叫，先打12。稍薄一点点，力道合适。这杆球角度稍稍有点大。那看看白球啊，走两库，奔着一个两库的线路去叫啊，中间是有一定可能性会在7、8这个位置啊有一些碰撞。哎，还好啊，没刮到，但是蹭到3，蹭到3、13还有吗？刚好啊，
下低杆回去中带叫，还不错。第一局张磊胜，比分1-0。两个人一上来啊，张磊这边是两次完成清台，王若彤这边抓住一个机会呢，后面红三的左上角打得有点薄，也是稍稍的有点小遗憾啊。看看后面的比赛，我们比赛呢是抢七，限时80分钟啊。第二局王若彤开球，女子球员啊，在开球这个环节上呢也是有一定的这个优势的啊，三球过线即可啊，这个杆也是抡圆了啊，比较用力的一杆炸球，但也能感觉到明显是因为年纪还是比较小，所以说这个力量还是不够，明显能感觉到球堆并没有炸得特别开啊，不过还好，还好是在于说并没有开球时机。张磊上来没着急啊，先去控制一杆局面，但是也没有说防得特别死。中台这边15号应该是有漏球，但是王若彤并没有着急进攻啊，没有着急进攻啊，这一点是好的。这证明有一点啊，就是王若彤这位球员肯定是有受过一些比较专业的训练。一般情况下啊，就是十几岁的这种小球员啊，年轻球员在打比赛开始的时候啊，或者是最初的阶段，都是比较崇尚于进攻的，而且很喜欢往里打，就是进攻这种。那么如果说有一定的想法啊，做一些中盘的控制，打一些先后手这种次序，那就证明还算是在训练的开始阶段啊。比较全面的去学习了一些，类似于控白球、控目标球，给对方设置一些难度，也非常好。好，一上来左上打进，左下方5号球是非常不错的啊，这个位置呢。先来看角度啊，应该还是比较正的。对，一点点向画面左边，轻点上方有4，往下推下方有3有6。好的，叫到4，这杆我担心它是不是有点身材球啊？能不能够得到4号球？可以够得到的话，下一些低杆横台。哎，果然啊，还在想考虑七，打4啊。如果够不到，可以考虑加长靶。确实啊，这是没办法的，身高问题。啊，推7，顶12。并没有顶正，
四号球左上还能打，但这杆白球小心别掉左边中袋啊。啊，危险，没得打了。红三怎么样？应该还是有一点缝隙可薄啊，这边就是一个一六的组合。哎，阳带口，嗯，还能接受啊，这球。我现在是在防守阶段上，球比较少啊，稍稍占了一点点下风，而且自己这个关键球六号啊，仅仅有一颗是在袋口附近，但是上方关键滑球有点多。好，张磊这边继续防守，看看缝隙，九十，六号漏了多少？不好打，继续打黄一啊，再颠一杆，把黄一打活，争取把黄一翻的再往上一点点啊。也就是说，让对手在做防守的时候不太好去防你这个球。嗯，右边中袋十三，但这个球张磊可能不会打啊，因为现在这个局面对于花草来说清台有一定难度。还要不要再防啊？继续的做防守。嗯，黄一看得到啊，一传六。或者我再次的轻轻把黄衣放到袋口附近啊，再往上，对，其实前面有一杆，王若彤就应该把这个黄衣再往上打一打，放到稍稍靠中间靠上方一点点，这样的话张磊把白球往上防的时候也会有一定的压力。十四号打上方白球继续往上放，黑八犯规，第二局王若彤胜一分。这球打太厚了，可能因为是对方年纪比较小，所以打起来有点随意了啊。张磊第三局，张磊开球。这球中间球队也没有说炸特别开，而且这个白球炸的有点偏啊。
先看一下选球啊，右边花色。这盘下边的十号、十一啊，两边底带都是有的。好，先下来，走太多了啊，这个力量上太大了。十一不好打，变成十五号球，左上角，高杆顶库再下来。打厚了一点，中带好，先包进，包进过来，这个力量太重了啊，不是一个很好的位置。黄一右下角，而且看看白球啊，高杆二号这边可以考虑一杆 K 球。差的有点多。而且把这个局面给打开了，下方现在两个花球，这个位置也是非常好进攻。十号中低杆啊，往回点一点，对，然后反手十一，看看角度是不是有点向下呢？确实啊，有点向下。向下看高杆啊，高杆底库边库再往上。如果太直的话，这个杆法不要太高，中高杆发力啊，把角度蹬出来。好球。中带十三右下。高杆白球会往下沉啊，用一点点低杆横向的顶一下十二号，白球不要往下走太多。这个力量拿捏的不好，又变成了一杆拼球。中带没有打进，这杆中带打很准。既然中带准下，右边上方看看这个黄一啊，要不要找机会先叫一杆啊，叫一杆再准度一杆。两条线，上方刚好七号十五之间的这条线啊，稍稍带点中低杆右塞，这球还支持 K 球啊，这条线路上是有的，有 K。顶得太正，顶得太正，七号球要不要再来一杆？因为刚好左边有四号球衔接啊，在这条线路上，你顶库继续边库下来，有 K 有交位。这杆没打进，
没打进白球位置，还是运气不错啊。王若彤这边不太好进攻这杆球，看白球要不要防到左边九号里边啊？哎，轻勾一杆不好，直接漏球了啊，七号球。正常打底带就行了，稍稍带一点点低杆，轻点。好，左下方再来，继续中低杆横向边库弹起。第三局，张磊胜，比分2-1。谢谢。中式台球，俗称黑八，是一项原创于中国的运动，在乔氏的推动下，已走进全球64个国家。大家好，我喜欢乔氏中式台球，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第四局，王若彤开球。三盘球过后啊，能够感觉到这个两位球员还是有一些的水平差距啊。王若彤还是需要去再提高一些。张磊这边感觉就是啊，因为对方是一个小姑娘啊，这个年轻小将。所以张磊在打的过程里边也能感觉到啊，会稍稍的有一些放松，不过偶尔呢也会在防守阶段啊中一些中盘的控制，来去得到一些先手的机会。哎，上来再次 K 球，再次 K 球还是不太好啊。右边中带，这杆球打九 K 球的话，直接 K 是不好顶到的，对，有可能是要利用一下六号球这边，就是白球撞六，六号再去撞边库的球。这球要看一下运气了，效果不是很好。十号边库，十一这边也是不太好进攻，最好打一颗就十五了。选十一，还是跑白球，战术很明确啊。这个我好打的时候我可以打两杆啊，不好打的时候我就稍稍的防一下白球或者是目标球的位置，等着王若彤这边给机会。
机会来了，先打十五还是先翻十？啊，先翻十号。这样的话，翻进继续进攻，翻不进，我把所有我的难度球都已经解活了，就等着后面有没有机会可以进攻了。我看王若彤这杆，别着急啊，仔细的思考。中带这边可以先打一颗，然后右上方把红三打了。给这个一二的带口啊，让一条路。好，过来，红三，看看方向。哎，不要传呢，是没得打吗？那应该是有的打啊，这球，有打可以打。比如右塞高杆两库啊，还是用中低杆蹬一库起？哎，在瞄啊，瞄上方的这个一二的这边的位置，传了一杆，也还好。这杆再来，把黄一打了，继续给二号球让带口。这球次序上稍稍的有些复杂了。嗯，这时候再打黄一就要往下叫了。哎呦，这球选择问题啊，选择问题。左下，嗯，张磊这个球这个准度还真是不错啊，基本上今天这个中长台成功率还是很高的。再来保十三，稍稍带一点点低杆，左下方走两库上去，低杆不够啊，这球够的话，这球是不太会去奔着这个七这边去带啊。继续包中带，白球左上角两库，十五跟十一可以叫同一个中带。打进女子球员收上后一，把一号二号打完，直接用五号球叫黑八就可以了，七号球这个边库可以不用管。怎么还想打这个二呢？想打一个借力倒也行啊。来换球，嗯，一点点向上啊，这角度不太好。叫底带的话，五号球左下方就正常推两库，或者是用强行的中杆蹬顶库弹起就行了。中带有运气吗？有运气，这球巧了啊。
好，我先干为敬啊，但是我仅是抿了一口啊。五号球，右下角，这个低杆效果怎么样啊？好球，哎，这杆是真的不错啊。左边中带打包边翻啊，打左边翻。右上角底带的话，这杆准度就要求很高了。还要不要去考虑翻带呢？哎，还是要打。哎呀，漏机会。张磊这边继续啊，高杆上去，上方花色叫右边中带。哎，这杆真的准。哎，这运气也可以啊，一个轻轻的推下，然后直接就右上角行了。哎，还要跑一个长线，上来还是中带。第四局，张磊胜，比分3-1。第五局，张磊开球。这球炸的还是有点偏啊，看一下重放，你看，炸的偏线在画面的下方，而且高杆用的还比较多啊。王若彤上来一杆组合不好，轻打做防守，小心不要连击啊！这个白球，还可以，还可以。我看看右边有没有中带。甚至于说黄一这个位置中带可以打，左上吧，既然这盘左上方带口被挡，先打一颗七号球，帮进轻打。这样的话，单色基本上局面就完全解开了啊。
看看王若彤啊，花色也还好，左上方的十四有接力啊，而且女子球员受让后一，这个球都可以作为剪掉，啊，薄了一点没打进，没打进这杆彻底漏球了啊。先看四，红三肯定有啊。没问题，推红三，轻轻顶二，可以啊。看看左边的四号球，够直，低杆回来可以先交二。二号球这边也不是说特别好去调这个黑八后边啊。还要吃底裤走，往上叫，二号继续留下方。因为这颗黑八的左下左中都不太好去调，所以说这个二号球并不能说是非常好的一根过渡啊，叫黑八的一颗也不是特别合适啊。赵雷这边再包进再过来，力量非常大，弹起，看看这个角度应该还是有一点点可以向下啊。好，下点低杆滑过来之后呢，变成一个上方的黄衣白球可以吃两库高杆，叫二号，二号呢一定要留点角度啊。这杆一出完人马上扭头了啊，也是知道这个位置没叫好。强行薄，这个准度还真是不错啊。我看看拼球，好准度。第五局，张磊胜，比分4-1。第六局，王若彤开球。这杆也是炸的有点偏啊，力量没有说完整的给到这个白球上，白球是有一些打到左塞高杆这样的一个位置，而且撞到第一颗球有点偏右。好，来看一下选球啊。
中间球堆的单色四颗，啊，花色两颗，所以说选的话一定要尽量提前把这个球堆解决啊，把这个小球堆给它解开。打进低杆呢也并没有带到啊，反手回来五号球右下角，过来看看二号的左中，好球。想顶开的话就要打底带了，打中带的话是带不开的，打左上角底带还是有机会可以去用高杆顶一下黄一这边。这球打中带，假设啊，这球打进了，也白球往左边走了，最多最多有一个七号球打，或者是边库的四号球，也是非常难受。啊，这个局面确实很难去清台啊。来看看张磊，先来。右上方打进白球下来，看这个黄一和十一这个位置，左边什么角度？花色同理啊，哎，有点角度，中高灯十四带开，十四没得打，这个位置十三十五组合球啊，这球。还要拼吗？不行就再防一杆吧。啊，这白球自由球，犯规自由球啊，这个机会来看看。四号不动，二一七六啊，四颗球，先摆稍微难一点的，自己不好处理的，而且有一点点这个身材球啊，有身高问题。好，摆点角度，下低杆横向过来啊，去调这个一号球。杆法稍低一些啊，力量不需要很大。啊，没打进。漏球了，十五，加长靶。保进过来，要不要先把十四打了？十四打了，十三留一个向上的角度，低杆轻轻一点，避开七就可以了。好的，来看这方向，继续下低杆往上叫，看角度调啊，很正吗？一点点啊，这个一点点，看能否投一点点正点。登上去，好了，左上第一杆右塞两库，可以把叫右下角，
第六局，张磊胜，比分5-1。源自英国手工制钢工艺，碳纤维先角，11.5毫米特制杆头，独特的球杆锥度设计，比九球杆更具准度，比斯诺克杆更易飞离。他帮我夺得3次中式八球世界冠军。博茨杆，恭喜和中式台球。七局，张磊开球。继续的一杆大力的炸球啊，这球终于啊有球进了，球嘴炸的还算是分散啊，但这个局面上。运气还是差了一些。14号啊，右上花色下方，看看能不能直接带一点点的低杆过来，先带一下。没 K 着，9号这边还是够下的。低杆上来，12号，时间已过半，看看右边的底带，角度合适呢，再推顶。哎，过来量量10号的中带。两个借力啊，这杆球如果借进的话，要借的相当厚啊。而且这个球要在左边边框的位置啊，稍稍靠下一点，才能在上方借的厚一点。好球。底杆上来啊，右上方可以走一个高杆两库啊，15交中带。好的啊，非常不错。轻看能否轻推顶黄一，感觉角度稍稍有点过啊，有点过不行，吃顶库再下来啊。黑八可以叫同样的中带。哎，这个力量有些过头，有些大。好，拼准度。这个力量还稍稍有点危险啊，我们看看左边啊，
中袋推进别太轻，一定要吃边控再出来，叫一下四。哎，现在直接打白桥，他边控往右边走多一点。好的，二号球。又薄了，又薄了。那么来看张磊啊，这个球，哎，聊了一个接二号力。嗯，这回来机会了。二一五一啊，这三颗球位置都是相当不错。哎，稍稍带一点点低杆啊，蹬边控弹起。继续五号球。打黄一，这个球要稍稍带一点中高杆蹬顶库下来啊，不能太轻。别摸五号，哎，不要摸。这个裁判动啊，你是不能动的。翻中袋。哎呦，这白球。真悬呐，又漏球了，左边中袋。第七局张磊胜，比分6-1。谢谢。第八局，王若彤开球。
继续来看啊，右下方，哎呦，这球好像不太够啊。啊，确实是一个稍微薄一点的位置。白球运气还不错啊，跟这个四号球贴的比较近。先来看一下五号能打到多少的位置啊？哎，可以翻下来，一杆破坏啊，并且占据了右边袋口这个位置。这样的话，单色红三就可以有机会从上往下去传这个五号球，三号球也是活球了。十五不够，十一号球高杆发力打进横向过来，好球，运气差了一些。这时候要看看十五了啊，有翻中的话，因为现在比分落后很多啊，而且张磊到赛点了，那么这杆球自己就剩两颗球，防守意义也不大，那要不要拼一杆翻中带啊？稍稍有点犹豫，勾，横向九号借力，右边底带，啊，这颗球很难啊。但想法是非常好。不想动五号啊，因为红三这边是一个很好的向下传。但是现在没有什么直接好上手的球。哎，看看七号，啊，打活。哎，右边边控往下解，能否解一个十五号的薄边啊？解左边的底带。再往下一些啊，这个球。啊，也是没出效果。那么这个局面上，张磊是可以开始进攻了啊，奔青台打。哎，一颗红三，叫到左边白球开球线下方的一个位置。稍稍有点贴库，红三就会非常好打。哎，太稳了啊！五号动都没动啊，直接看六号。七号继续中带，高杆顶库再下来，再走，再走。这个球三号有难度啊，看准度如何。不错，左下继续，角度大的话继续蹬底库，一丝同带啊。继续高杆，哎，直接第一杆往后一点了，左中啊。本场比赛结束，张磊胜，比分7-1。这场比赛首先恭喜张磊获胜啊，然后呢，女子球员小将王若彤这场比赛里边还是有一些啊亮点，后面还是说自己的路还是比较远，还是可以再次提高啊。希望在后面比赛里边有机会可以打再好一些。好，下一场比赛呢将在中午的12点整啊，稍后见。